剧情高潮，也就是爱的死，观众都不会想到自己突然爱上的人物就这么突然的消失。爱的死带给剧情很大的转折，我相信大家听了爱说的我爱你们就开始破防了。在那瞬间闪过的记忆，爱与孩子们的日常生活，应该不少真男人都感觉到深深的剧痛，明显是在胃里。小小惊喜，我们都以为主题曲开始播放时已经是故事的结尾，但不是，官方最后播放了爱与孩子们的视频记录，让故事变得更沉重。观看后，我们都会铭记星野爱是个好母亲，永远不会忘记。整个故事的过程很流畅，完全不让观众想到剧情会向哪展开和结果。最后，我只想问，如果你是阿奎亚，你会怎么做？